汉传佛教中《心经》常见的版本为玄奘译本，共260个字，其经文言简意丰，博大精深，提纲挈领，直明第一义谛，集中展现了般若学的精髓，是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之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句即出自该部经文，阐明五音色受想行识乃至十八界万法与诸法空相，没有独立长存不变的自性，实乃不依不异之中道。 https://wikipedia.org/wiki。 台北 OSMXWikidata 聚会每月举行，详情请到粉丝页查询。关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跳至导览，跳至搜寻。Decembic Grey SVG 心经，重新导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心经》消其意。佛教 Dharma Wheel SVG 基本教义，修行成就斜线果位，人物宗派国家和地区，历史经籍举要，圣地相关主题，佛教大纲 Dharma Wheel Give 佛教主题，月论编，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梵语Prajnaparamita 藏语，是大乘佛教表达空性和般若波罗蜜观点的经典，又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心经。本经是大品般若经的别身经，取自习应品和劝持品，以乃大般若经的精要，无序分与流通分，而与金刚经并未通行最广的般若经地位重要，曾被称作经王。藏密以此经典为般若佛母，为般若波罗蜜形象化的本尊。目次一提名，二起源，三版本，三点一梵文本，三点二古代汉文本，三点三藏文本，三点四音译本。
3.5 其他语文译本。4. 新经相关书注。5. 内容。 5.1 梵语原文。 5.2 经名。 5.3 译文。 6. 般若波罗蜜真言。 7. 意识。 8. 注释。 9. 参见。 10. 参考文献。 11. 外部连结。题名：般若波罗蜜多心，按梵语语法是持业是的复合词，前者用来修饰描述后者，合称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心。三，其中般若波罗蜜多梵语 prajapamit 般若 praj 直译为会，波罗蜜多 pramit 是菩萨成就无上究竟菩提的根本资粮，般若波罗蜜多为其中一种，是彻知空性了达无我的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多的般若之梵语是 praj， 此梵语是由接头词 pra 向前方前进与动词词根 j 认识了之构成的阴性名词，原意是向某个对象前进去认识它，即全面地直接地彻底的去体验而觉知某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法性 Dharmat， 理解宇宙一切现象的原理的般若 Praj 就是智慧。般若波罗蜜多的波罗蜜多之梵语是 Pramit， 此梵语是由形容词 Pram 最高的究极的和阴性名词接尾词 T 构成的阴性名词，为圆满究竟的意思，因此般若波罗蜜多 Prajapamit 即为圆满究竟全面地彻底的理解宇宙真实与原理的智慧。心梵语 Hdaya 原意为心脏，语意是心梵语 Sita 不同，在此是指心药或心髓。此经为般若波罗蜜经之心药，所以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四五福井文雅论证心有密咒真言陀罗尼的含义，主张经题应解释为以般若波罗蜜多作为密咒的经。六韩廷杰认为心经表达大般若经的核心和心经作为陀罗尼，两者并不相违。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无经字，在古代的经录中题作般若波罗蜜神咒或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八梵文本题作三 Prajapamitdaya 般若波罗蜜多心 Prajapamitdaya 般若波罗蜜多心陀罗尼 Pakavyatakmudra 25颂陀罗尼 Pakavyatak Prajapamitdaya mudra 25颂般若波罗蜜多心陀罗尼 Pakavyat Prajapamit 25颂般若波罗蜜多Pakavyatak Bhagavat Prajapamitdaya 25颂薄伽梵姆般若波罗蜜多心。藏文本称薄伽梵姆般若波罗蜜多心。九皆不提经 Stra 字而称为心或陀罗尼，或者二者并称。敦煌遗书中此经称为般若多心经或多心经。以前的学者大都是多为演字，或把多心经当成一种拙劣的缩略时。不过福井文雅在考察历代经录初唐碑铭及敦煌遗书后，发现多心经这一称呼于玄奘在世时已出现，并于唐代广泛流传，其使用频率超过心经这称呼。他指出多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为何密教的咒心经不空卷所神咒心经不空卷所咒心经做区别，故称多心经。七起源那体会 January 19教授比较了本经梵文本与汉文本，根据两者差异主张本经原为汉文再转译为梵文，而印度在八世纪前没有人提到过心经。十一十二十三日本学者福井文雅反对此说。
在般若心经总和的研究中，福井认为此经虽然在翻译中加入了一些其他因素，但根本上是梵译汉的。日本学者原田和宗也反对此说。在般若心经成立史论中，他比较了本经梵文本、汉文本、藏文本与中世纪印度大乘写本，根据以上的比较，主张本经原为梵文，不可能为汉文。比尔波特则推测问题来自现存梵文本的文字错乱，汉文本是从现已佚失的梵文本翻译而来，但此推测目前缺乏证据。14新加坡佛学院学者纪昀一定程度上认同那体会之说，认为现存梵文本确实受到了汉语语法和审美趣味的影响，很可能是从汉语转译的，但他认为仍有一些疑问需要厘清。15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宣说四圣谛，以苦集灭道之教义教导众生修解脱道。灭谛就是涅槃，解脱道的涅槃指苦的灭尽，包括烦恼的灭尽，有余涅槃与五蕴的灭尽，无余涅槃。第二转般若无分别智法轮，借由对空性的认知，说明烦恼是可以断除的，从色法到一切变至空，一切法皆无自性。第三转善分别法轮的唯识诸经、解深密经、如来藏经、慈氏菩萨的相续本母经，详细说明真心如来藏的体性是常住不灭，离六尘之见闻觉知，为名为知，为证乃知，具有原始本地之风光，为智慧之德相。般若经及诸部般若为佛陀在二转般若无分别智法轮时所宣说，乃大乘佛法中之身法。佛陀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系列中常提到般若的重要，更譬喻般若为佛母，能生一切佛法。般若经的内涵以空性为主，大乘菩萨透过对空性的了解，能断除烦恼障而可证的但步入小乘的无余涅槃及声闻及缘觉的菩提果位。大乘菩萨也能够透过对空性的认识，具足圆满修正一切种智，再加上福德资粮的圆满，能彻底断除所知障而获得大乘的佛地无住处涅槃及无上的菩提果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即是大般若经的心髓，全部般若的经义皆摄于此经，16故名为心经。佛说心经的缘起是在灵鹫山中部为诸菩萨声闻弟子所围绕，当时观自在菩萨正在观修般若波罗蜜多，专注思维观修而照见五蕴皆自性空。心经内涵可分两种，显义与隐义。显义为观空正见，为龙树菩萨的中论所阐释。隐义则为现观到次第，间接显示性空所依的有法，为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庄严论所诠释。大般若经中所开示之般若法门是专为已发菩提心之众菩萨们所宣说的，其最重要的观念在于以般若空智慧来觉悟诸法皆是空相之实相，不会因以体证空性可进入却不入涅槃而自愿生生世世轮回生死救度众生，其行为看似有违一般所认知的脱离轮回观念，而实际上这才是大般若经开悟菩萨的主旨所在。因为以慈悲喜舍之心平等救护一切众生才是真菩萨行，而自己逃离生死轮回却弃众生于不顾，则有违菩萨自度度他之初衷誓愿。在大般若经中数度出现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与观诸法皆空，不舍一切有情自具。此即表示若离开对众生的慈悲嫉妒，则一切修行的意义则大打折扣，不能最终成就无上菩提正果。般若在大般若经中即阐明诸法性与相皆不可得，其来源大部分出于
大般若经第二会卷403观照品第三之二即大品般若其应品第三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一段出于大般若经第二会功德品第32即大品般若劝持品第34咒文则出于佛说陀罗尼集经第三卷般若大心陀罗尼第16故心经是出自般若经的精髓附加密咒真言才完成现今心经组织的形态17版本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是所有佛经中翻译次数最多译成文种最丰富并最常被念诵的经典有广本及略本两种版本广本具有续分正宗分流通分略本只有正宗分鸠摩罗什与玄奘译本皆是略本至今仍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下面列出部分重要版本梵文本日本法隆寺贝叶经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梵文本心经现收藏于东京博物馆相传此本原为迦叶尊者手写后由菩提达摩传给慧思禅师在经由小野妹子于推古天皇17年西元609年传入日本18净严和尚于1694年以梵文西坛体手写抄录穆勒 Max Muller 于1884年转写成天成体及罗马拼音传至欧美国家1957年及1967年孔瑞校订梵文本巴黎菲尔 HLFER 校订之梵文本原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Catalogno 967为梵藏汉蒙满五本对照本其梵文为兰札文体在敦煌出土了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根据此本还原了梵文本此外尼泊尔保存了八种梵文版本日本原来在法隆寺现在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两片贝叶经抄本第一页加上第二页第一行是略本心经博西和收集的梵文心经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古代汉文本欧阳询书心经怀仁及王羲之行书真迹摹写圣教序所附心经赵孟跳书心经中国历史上至宋朝为止可考的至少有八次汉译现存七本标题译者版本存缺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诗译别生经19 20以及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7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鸠摩罗什20 21略本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玄奘649年略本存般若波罗蜜多那经唐菩提留志693年缺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唐法月738年广本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般若利言等790年广本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智慧轮847-859年广本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法尘敦煌十世本广本存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师护980-1000年广本存其中以玄奘法师汉译本流通最广共260字其译本内容约有20处与今日所见的梵文本不同日本通行的汉译本共262字比中国通行本多了2字即远离一切颠倒梦想中的一切另有两译本译约唐三藏法师译进三藏译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至，即说咒曰：“同玄奘译，译曰东天竺国沙门法月三藏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者只见于《日本大藏经》第35卷 P354-355 中野达惠所编《梵汉般若心经》一本集。其中意境本在咒语后有一段描述读经功效的流通分22，然而此段意见于敦煌写本 OR8210-S4406 23，内容大同小异，且不属于经文本身，是敦煌心经抄本的一种题记。24，因此不能将此本看作是一种译本，法月译本收于法月众译本之后，相信是误会了众译二字的意思。大正藏注：众等于奉诏，为众译，也可解作辗转翻译，如史记卷63王世家远方书俗，众译而朝，则即方外而为好事者所造的出译本。今后注云：大唐国青龙寺东塔院经本，并无注明未出译二者，大正藏俱未收录。依藏文本汉译的有大内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清康熙据西藏翻自旧本译。依此版本，雍正皇帝御制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满蒙汉对照版，雍正元年12月初8日制成。1948年贡噶呼图克图 1893-1957 于上海依藏文本作汉译本，薄伽梵母智慧道彼岸心经。1994年方广昌一敦煌遗书的心经译本作修订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5，依梵文本所造的汉字音译本有敦煌遗书 S2464 号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清教授梵本部润色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6及 S5648 号白石真道曾将此本还原成梵文，房山石经藏不空汉字音译本。27，福井文雅曾将此本还原成梵文，房山石经藏词贤汉字音译本。28，福井文雅曾将此本还原成梵文，宋兰溪大觉禅师汉字音译本。29，此本于西元1246年宋宽元四年兰溪大觉禅师自中国传到日本，玄奘感观音亲授记梵文心经，此本引自楞严解渊世劫道场仪，为明清时期云南阿扎利僧常用之科仪，部位历代大藏经所收，底本藏于云南图书馆。30，藏文本德格版《西藏大藏经》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译本，其一是由印度堪布无垢友梵 Phimalamitra 及译师宝车藏 Rinchen SDE 比丘所翻译，经名《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归入序部；另一版本经名《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译者译名归入般若部，均为广本。敦煌藏文文献中有第三种藏译本，经名《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略本，收录在《敦煌大藏经》中，有20种抄本，内容大致相同。音译本最早的音译本是毕尔 （Samuel Bill） 于1864年依玄奘汉译本所译，穆勒 （Max Muller）。于1884年将梵文本转写成天成体及罗马拼音，并首次将广本及略本梵文心经译成英文传至欧美国家。穆勒转译时间早，且当时英文的佛教用词尚未固定，故此译本以今日标准看并非佳作，但这无损于穆勒在心经研究史上的地位。1957年及1967年爱德华孔兹 Edward Conze 校订广本及略本梵文心经，并译成英文。孔兹是20世纪欧美研究般若经典最出色的学者，其心经译本几乎被当成标准本，
地位等同玄奘译本在汉字文化区的地位。其他语文译本，其他语言译本多依梵文译本、玄奘汉译本、藏文译本而译。德译本1960年河内等三人 I.B. Horner D. Snowgrove A. Wally 一孔瑞校定本及略本梵文心经译成德文。1982年法勇比丘 Bhikkhu Dharmaviro 依玄奘汉译本作德译本。法译本1984年吴奇玉依玄奘汉译本作法译本。日译本1972年松原泰道依梵文本作现代日语译本31。1977年亮三郎依法隆寺修订梵文本作日文译译本。1988年白石真道依修订梵文广略本作日译本。昭和16年高岛米峰清泉方言依法月般若共利智慧轮师护法尘等汉译本作日译本。昭和52年四本晚雅依藏文本作日译本。俄译本1989年切连契耶夫 Karen Tifaa 作俄译本。韩译本1994年月祖宋醉玄哲般若心经讲论依鸠摩罗什玄奘法月等汉译广略本心经作韩文音译及译译。越南文进行法师依玄奘汉译本作越文音译及译译本。和译本 Rob Jensen 依梵文本作荷兰文译本。泰译本2011年崇圣大乘佛经中泰翻译组The Chinese Thai Mahimastra Translation Project in Honor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依鸠摩罗什玄奘法月般若共利言等智慧轮师护法尘等汉译本作泰译本。心经相关书注由印度论师所造的心经释论现存于西藏大藏经的有八篇32。般若心经注密咒道士吉祥狮子传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释无垢有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莲花戒传般若心经注阿底峡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义辩之摩诃舍那传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释法义明灯金刚手传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释善君传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智友传中国历代高僧大德对心经的书注甚多以下举例部分最通行的版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优赞唐窥基传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赞唐西明寺沙门圆策传般若心经书唐静脉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书唐法藏传心经直说明德清传心经说明子伯传心经要解明偶义秩序传内容梵语原文罗马字 As a pledge premise de estrem nema sarva hiari valakaita vero bodhisattva gabaitri pledge premadikari karamovai valakaitisma podcast gonti ca svabe venim pace yeti sma iha reputarpani adni ate verba rpnna thakni adni adna thakrupa yagrupa sni adwini adtagrupa ivemi fave don sich saskravihni iha reputa sarve harm nit le kaunatan anurad mol na vimmo non na paripair tasm kriputra. Ni adi na rupa na vedong na saj na sask na vihni na kakuro trakrojiv kumans na rupavdagad parasis pravi ad harm na kakurter even na manovijanito na vidi mvidi na vidi ko mvidi ko even na jarmara na jarmara ko na duke samudde anura denruk na jena na perpti tasm de perptat bodhisattva praj premad of the Harati a sit farakit farong stit the trust of the paristic and on the hunger of a triad favor of a sit.
Sarve boot. Prat premed writing natar semixen bumpton abisabutasan jj tavia prat premed momentro mohavit a mentro nataram mentro semisema mentra sarve duke promena satyam emathyat prajap promite mukto mentra tadius gate progate prosagit bodhi svhiti prat premis deus empen. 精明。整段话的概略意思是，透过心量广大的通达智慧，而超脱世俗困苦的根本途径。般若波罗蜜多 （Prajnaparamit） 即为圆满究竟、全面地、彻底的理解宇宙真实与原理的智慧。摩诃，无边无际的大，心量广大。33，比喻宇宙万物大自然之间的规律与特质，约略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指称的道与广义的命。般若为梵语 Praj 音译，指通达妙智慧。人之所以愚痴，就是因为没有空性的智慧。读般若心经，就是为了通达空性的智慧。依大般若经记载，般若为诸法性与相接不可得。此梵语是由接头词 PRA 向前方前进与动词词根 J-9 认识了之构成的女性名词，原意是向某个对象前进去认识它，即全面地、直接地、彻底的去体验而觉知某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法性 Dharmat， 理解宇宙一切现象的原理的般若 Praj 就是智慧。波罗蜜多为梵语 premed 音译，指到彼岸。34或圆满成就。35、36，此梵语是由形容词 prem 最高的、究极的和女性名词结尾词 t 构成的女性名词，为圆满、究竟的意思。心根本、核心、精髓，一方面表示内容所探讨的主体重心。另一方面也表示全篇内容的重要性。经字意是线路径，引申为经典，代表前人走过的路途，独特而深入的经历或见解，借口述语言或文字记载来传承后世，以供人们作为参考指引。汉传佛教中心经常见的版本为玄奘一本，共260个字，其经文言简易丰，博大精深，提纲挈领，直明第一义谛，集中展现了般若学的精髓，是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之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句即出自该部经文，阐明五音色受想行识乃至十八界万法与诸法空相，没有独立长存不变的自信，实乃不一不异之中道。译文，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附有标点符号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笔书法纸，经典原文并未附有标点符号。后世对于标点符号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以下的经典是采用了大多数人所接纳的版本，以方便读者阅读。37。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玄奘法师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经文以观自在菩萨开头，以菩提萨婆诃结尾。观自在菩萨，有人说是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弟子舍利子开示时说的话。观想已经获得菩萨成果位的大自在菩萨，但另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载，唐言观自在就意味光世音，或云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而谬也。由此可知，观自在菩萨即是我们熟知的观世音菩萨，为观世音为前人误译，玄奘法师认为正确的翻译应为观自在萨婆诃，为注颂语与经文开头相呼应。舍利子即舍利弗，是心经全文字词其中之一。38心经经文的解释很多，其中包括有显教的解释与密教的解释。显意是空性，密意是现观次第。也有人从科学层面对于心经知我见和逻辑学层面进行解释。般若波罗蜜真言，般若波罗蜜真言，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Gate gate per gate per sa gate bodhisattva， 揭谛去行智也，波罗彼岸也，僧众也，萨婆诃成就也。大概可汉译如下：去吧，去吧，去彼岸吧，众人一起去彼岸吧，菩提成就吧。有时会在开始时先念俺或达的夜他，即说咒曰。现代汉语音译：嘎爹嘎爹，啪啦嘎爹，啪啦三嘎爹，波底沙瓦哈。心经中称之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意是据称玄奘在四川时的一病僧口授梵语心经。39陆游入蜀记载宋时蜀僧能诵梵语心经。日本学者确保吉一1746-1821五岁时双目失明。27岁那年，曾至归户的天满宫中顶礼膜拜，当即发下誓愿，欲行百万诵读，亦即自是日起万日内，天天诵心经百遍。40日本文学家幸田漏伴也酷爱诵读心经，甚至写了一篇《般若心经第二译注》的研究论文，并于论文之卷首处提了欲解圣贤之语最佳之法，在于无言之言，亦即以行说法也。41于屈原认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必要的赋予，为译者失误。陈寅恪查阅伦敦博物馆藏敦煌本唐范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见有色不异空一节，共有六句，玄奘译为四句，以省略，所以他说盖宣传宗教不厌反复。梵文诸经本中往往有 Pala 或作 Pia 即众诵三遍之意。屈原先生精通中国训诂古文章句之学，此条乃居于中文范围，故有此误解耳。现代人经常把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的色误解作美色或情欲，而空为没有或空间的意思，这是错解。色字的意思是指形态、影像、物质，包括但并非单纯指美色，而空字的意思为无常，非固定，不恒久，而非没有或空间的意思。当佛经形容空间时会使用虚空而非单字空。
所以整句的正确意思是，一切的形态、影像、物质都是无常、非固定、不恒久的。注释：圣言，新的经典《心经》新释，2020年7月17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心经的主要部分即舍利子，色不异空，无智亦无得，记109字，是源自于《大般若经》第421卷《观照品》第3-2，并与《大品般若经》其应品第3的内容相同。另外是大神咒能除一切苦，记22字，与《大般若经》第429卷《功德品》第32以及《大品般若经》劝持品第34的文字大同小异。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优赞，心者坚实妙罪之称，待经随机一文具广，受持传习或深切退传法圣者，录其坚实妙罪之旨，别出此经。记云：心经以为问题在研究 PDF 福言佛学研究20127:11:51822020年7月18日。原始内容存档 PDF 于2020年7月18日。是应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玄论般若经讲记2015年9月22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法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书，为般若等使所权之法，心之一字使所引之语，即般若内统要中之妙义。况人心脏为主位要统集之本。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优赞，心者坚实妙罪之称，待经随机一文具广，受持传习或深切退传法圣者，录其坚实妙罪之旨，别出此经。欲令随正或依或说般若真实而说此经，故以心目福景文雅。般若心经观在中国的变迁 PDF 1983 2017年9月26日。原始内容存档 PDF 于2017年9月26日。韩廷杰心经不同版本论2020年7月17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梁森佑出三藏记集卷4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一本。汉籍全文佛典经录资料库，佛教藏经目录数位资料库。2020年7月18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万金川时事心经应写抄本教室初稿之一，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4 The Heart Su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992年 15/2 153-223 2015年9月18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年4月16日。彭桥一晃 The Heart Sutra,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Classic of Mahayana Buddhism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15年3月10日 101-108页。ISBN 978-0-8348-2968-8 Robert E. Buswell, 编 Heart Sutra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PDF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2003年,314页 2015年9月18日。ISBN 02/8/65718-7 原始内容存档 PDF 于2020年9月27日 Redpine
The Heart Sutra, The Womb of the Buddhas. Counterpoint. 2005年8月10日, 23-24页. ISBN 978年1月5日8243992-1. 纪云. 新经, 疑惟问题在研究, PDF. 浮言佛学研究. 2012-7-115-182. 大般若经, 有多处经文语, 新经, 相近或相同, 如卷四相应品第三之一, 又卷403观照品第三之二亦有同样经文。 见释东出者, 东出全集, 般若心经思想史。 白石真道者, 白石真道佛教学论文集, 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氏, 精美出版社, 1998. 此论文集收录范文本共14本。 2. 初三藏纪集, 中部载译者名, 列位抄经。 彦从, 众经目录, 别身, 于大部内抄出别行, 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经一卷, 般若波罗蜜神咒经一卷又六经出大品经。 鸠摩罗什译作目录中原无此经, 唐, 开元释教录, 中才首次称鸠摩罗什译。 Kazuaki Tanahashi. The Heart Sutra,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Classic of Mahayana Buddhism.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0 March 2015, 103. ISBN 978-0-8348-2968-2968-8. 其内容为, 诵此经破12, 忤逆, 95种邪道。 若欲供养十方诸佛, 报十方诸佛恩, 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 千遍, 无间昼夜, 常诵此经, 无怨不果。 参考 International Donghuang Project http://idp.barrel.uk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 参考方广昌, 敦煌遗书中的译注。 鉴于方广昌编著, 般若心经译注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方广昌依据敦煌遗书, 博三919号, 北里53号, 北市55号, 北海77号, 司5447号, 博3908号, 博3332号, 等录文, 教刊, 标点而撰成此本。 据方广昌编著, 般若心经译注集成, 11-12页记载, 敦煌遗书心经部分共有5号, 其中以 S2464号最完整, 收于, 新修大正藏, 第八册。 敦煌遗书 S2464号, 房山石经藏不空, 慈贤的汉字音译本, 应是同本意义。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 塔下9259。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 塔下8717。 此经收于, 日本大藏经, 之, 梵汉般若心经译本集。 方广昌编著, 藏外佛教文献收录。 松原泰道者, 般若心经入门, 此书自1972年出版至1993年, 21年间即发行了24版, 可见此书在日本相当流通。 此书在台湾有中译本, 松原泰道者, 正醒法师译, 般若心经入门, 1980, 台中, 慈明杂志社。 Donald S. Lopez, Jr., 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utr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此书将八篇释论译成英文集结成书。 谭希勇编著的, 新经内译与旧经译, 书中, 则有吉祥狮子, 无垢有, 阿底峡所传释论的中译本。 禅宗六祖慧能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有相关的解说,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 见, 六祖坛经。 SanskritDictionary.com, Definition of Premit. SanskritDictionary.com.
2015年1月17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英文 Sanskrit Dictionary.com Definition of Primate Sanskrit Dictionary.com 2015年1月17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英文是应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般若经讲记2015年1月17日。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8月9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网际网路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年5月17日。舍利弗为十大弟子之一，一名舍利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三藏在蜀见一病僧身疮臭秽，衣服破污，将至寺中，给予衣食，病者惭愧，乃以此经受之。与又见西夏翻本，即今哈尊者思及灵瞻法师所翻，皆有二分，应是结集圣人安不安也。般若心经的启示，69页，陈英炳编著，由于原文过长，予以酌量删减，敬请陈先生见谅。般若心经的启示76页，陈英炳编著，国家出版社。参见 Icon 佛教主题观世音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大般若经参考文献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义黄家树明珠佛学社2000香港ISBN 9789627935转08转7。心经集成林光明编著2000家风出版社 ISBN 9789579898 年4月6日。东初老人全集之四般若心经思想史是东初者 1985 东初出版社。心经内义与旧境义谭希勇编著2005台北全佛文化 ISBN 9789572031转72转8。外部连结福井文雅般若心经观在中国的变迁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心经疑伪问题在研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敦煌十事心经因写抄本教室叙说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莲花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之译著研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网际网路档案馆。显示月论编法轮汉传佛教显示月论编 Dharma Wheel SVJ 佛教主题显示月论编大正兴修大藏经般若部分类观世音经典般若部大乘佛教大乘佛经导览选单没有登入讨论贡献建立账号登入条目讨论台湾正体阅读编辑检视历史搜寻首页分类索引特色内容新闻动态近期变更随机条目资助维基百科说明说明维基社群方针与指引互助客栈知识问答字词转换 IRC 即时聊天联络我们关于维基百科工具连接至此的页面相关变更上传档案特殊页面静态连接页面资讯引用此页面维基数据项目短网址列印斜线汇出下载为 PDF 可列印版其他专案
维基共享资源，维基文库，其他语言 Butch English Espanol Francais Bahasa Indonesia Bahasa Malay Portuguese 编辑连结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0点59分。本站的全部文字在创用 CC 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Wikipedia Registered 和维基百科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 Trademark 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维基媒体基金会是按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3)登记的非营利慈善机构。隐私政策。关于维基百科。免责声明。行动版检视。开发人员。统计。Cookie 声明。Wikimedia Foundation。Powered by MediaWiki。